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早上吃早餐了吗？给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又美味的早餐，搭配豆浆，搭配木薯。首先，关于豆浆，它含有丰富的植物雌激素，可以有效改善更年期症状，同时还有助于减肥、抗氧化和提高免疫力，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能量，有助于提高大脑功能和增强免疫力，还含有大量的植物雌激素，对女性朋友来说有很好的保健作用。早餐喝一碗浓郁的豆浆，搭配上香甜软糯的木薯，既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渴望，又能养生保健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个早餐组合让您既能吃得美味，一边追剧简直是享受。那么在追剧的同时搭配这个木薯和豆浆，既能满足我们的口感需求，又能保证营养均衡。总之，这个木薯和一杯豆浆一边追剧的搭配，早上吃完木薯和豆浆后，希望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更多享受美食的方式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